女排，永远的神 YYDS。对对，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。又是女排姑娘们，她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球迷支持她们，超级高兴，真的为她们高兴。嗯，但是其实现在也不能晋级了，没有关系啊，至少他们用了他们全部的力量去参加比赛。胜也爱你，败也爱你。对，就是胜败无所谓，三年后巴黎还能见呢。对，专门制作的这个致敬选手的问题，我这个花了我16,000啊。哇，这样子啊，